台湾人吗？应该是，超商我都听不懂。便利商店啊，便利商店是啥意思？为什么跟充值有关系呢？不懂。去点亮。那你们台湾人都是用什么充啊？张海博，要找国外客服，台湾客服，哦，你有没有不能吃？谢点亮，欢迎新来的哥哥。谢谢 OK 哥哥。刷一万个铃铛或十个喵宝宝就可以加微了，我可以带你爽了。快点亮爱心来的哥哥，欢迎云飞，欢迎点亮爱心来的哥哥，欢迎风。手机支付太发达了，要干嘛要干啊，这个点亮可以干呢。那你们那边不可以吗？为什么呀？这是我不懂。再关注一下点亮，点赞爱心来的哥哥，点赞爱心来的哥哥，谢你。好的，老哥，谢谢。
心的小哥哥，一个一个两个两个的点，你们累不累？先封关注，先点亮，还有不点礼物的，光在那聊天的，累不累？小礼物走一走啊，哥哥，你们的要求我都满足了，小礼物你们都不动一下，光聊天啊，给那些一点都不给你们看，一点不配合你们的妹子刷，是不是？来忽悠我这听话的妹子，对不对？先点亮，先点亮，哎，关注，哎，谢娜的哥哥，谢谢耐人生和，先疯了哟，谢谢哥哥。手太忙了，那你赶紧的先给我刷一刷，再忙手上的活呀，这样才能继续爽呢。小礼物走一走，乾坤哥哥，有空白，再关注。我觉得我干啥都得不到你们的小礼物了，你说你们还能不能行了？走一走，走一走。那礼服哥哥，那人生活哥哥。再这样我又要探讨人生了啊，那哥哥没叫你啊，没叫，快关注，哎，点亮，谢舞动乾坤是你哦，那你在傻笑啥？哎 IE 哎，我哥弄俩号，还有一个傻笑的号。哎，风云，哎，任，哎，拼命战狼点亮，哎，岁月，傻笑，哎，嬷嬷，爹没有了，要关注，累死了，算了，我还是做聊天的吧，你们太不给力了。哎呀，不加大了，给不想付出的人，付出再多都没有回报的，懂吗？来关注，来点亮，哎，谢娜的哥，谢哥小礼物。